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又嚟到问问 Doctor Hook 嘅时间。大家都应该知道啦，我 Doctor Hook 咧就非常之注重健康嘅，咁所以咧食烟呢一家嘢咧我就绝对唔会试噶。咁但系咧，我相信都有不少嘅观众朋友，佢自己咧本身都系一个烟民嚟噶，又或者可能佢屋企人咧系会有人食烟。咁好啦，嗰啲咁嘅烟味咧，可能有机会咧占据住你间屋，又令到咧你成间屋咧都非常之难闻啊！咁所以咧，今日咧 Doctor Hook 咧就会介绍你两个方法去将你屋企嘅烟味咧去消灭嘅。咁好啦，乜嘢两个方法呢？其实好简单嘅啫。首先第一个方法，当你间屋咧系满布烟味嘅时候咧，其实你可以喺屋企咧搵两支蜡烛。咁啊，擺兩支蠟燭點著佢，跟住之後咧，將啲兩支蠟燭咧燒完之後咧，其實咧嗰陣煙味咧就會好快咁樣去清除咗噶啦。咁啊，除咗點蠟燭之外咧，其實仲有一個方法噶，咁就係如果你屋企咧有醋啦，跟住之後咧你就將一條毛巾咧去染咗啲醋落去啦，然之後咧喺屋企入邊，即係你個室內環境入邊咧揮動你條毛巾，咁。過一陣間之後咧，其實嗰陣煙味咧都會好快咁樣去清除到噶啦。咁啊，我覺得呢個方法都幾 work 嘅，大家即管可以試下。咁但係到最後啦，吸煙始終係危害健康。如果你諗住將會食煙，又或者你而家食緊煙嘅你，我都建議大家少食好啦。今日問問 Doctor Hook 嘅時間又到啦，問問 Doctor Hook 宜蘭逐個粥，拜拜。